你要是见到这一幕，先别急着害怕，因为这可不是什么异形入侵，而是一项很温馨的繁衍行为。只是曹海龙爸爸在孵化自己的孩子而已。如果你还找不到女朋友，一定要来看看这些曹海龙。明白找不到配偶，其实并不是必须要有车和房，有个绝活很重要。你看人家只是轻轻扇动小旗，去海上大马路，随便找了个美女。